儿子，吃饭了。来了，来了。今天咱们玩选一选啊，看得见的先吃，看不见的后吃。妈，这大菜叶在外面露着，你骗谁呀？我是看得见的。你整上筷子呀，妈。这下好吃的都是我的了，你们就等着吃空盘吧。儿子，这是又想吃独食。哎呀，看看，呀，哎，你咋有鸡蛋呢？我自己煮的呀，我还有鸡蛋啊。一口一个鸡蛋，太爽了。哎，等一会儿儿子吃完的，要你和儿子抢妈妈的。啊，这是在床上吃完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小猴子，那我有点饿呀。有点饿呀。嗯、咱这个香蕉，你先吃一个香蕉。哎呦我的妈！哈真香！哎呀。儿子，火鸡面好吃吧？好吃，又辣又爽的。好吃，你赶紧给家人们介绍介绍我。哎，这家人们，我们吃这个火鸡面啊，是白象家吧？它真不愧是国货之光。之前啊。你买这样一袋韩式火鸡面，至少得六七块钱吧。它这个现在特别划算，到手加上整整十大包，才只要28.9，合这一袋合下来啊，才2块多呀，真是太划算了啊！哎，你看你这个面条，看都是那种劲道爽滑的啊，裹满了辣酱啊，然后辣中带着一丝丝的甜，特别好吃啊。东西啊，给你放在下方吃的，喜欢的可以咱尝一尝，爱吃辣的千万不要错过，太爽了。呀，儿子吃饱了吧？嗯，饱了。吃饱了，这可有肉啊！哇，大小鸡！妈呀！老头子，你吃大份的，儿子你就吃小份的吧。可拉倒，拿我当猪啊！吃那么多。老头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有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给吃了。这会儿有没有？宝妮还不信，真是没救了。你确定不吃大份的了？呀，鸡蛋。我就说你俩咋在坑我？果然这碗里有鸡蛋，是我放的。那弄死啊！今天真是赚大发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看看怎么回事。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咋的呀？那鸡蛋就不吃了？我等你吃完，我好吃肉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火鸡面可真好吃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咋样？这个囤的火鸡面好吃吧？嗯，哎呀，好吃。家人们，我们这次囤这个火鸡面啊，它不仅好吃，还特别的划算啊！到手这样的八大包才只要9.9，和这一袋下了啊，才1.多，真是太划算了。而且你看人这个火鸡面，看看，都是那种韩式的粗拉面啊，嗯、上面裹满了酱汁啊。然后辣中啊带着一丝丝的，特别好吃。像平时啊下班不知道吃啥，或者在宿舍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你就来一包这个啊、哦，嘎嘎过瘾啊！东西啊给你放在下网上吃了，喜欢的可以咱尝一尝。嗯、哇呀，这不要吃饱了？哎，吃饱了，我可吃好吃的了，给你不要。看看，哦，来抢来，来来，儿子。你吃烧烤、嗯、我就吃火鸡面，你可拉倒吧，天天拿着空片子糊弄我，当我傻呢、啊嗯、哇，嗯，真有啊，金军你吃火鸡面，我吃烧烤，真坑我，傻眼了吧儿子，我啥也没有，一天坑我得了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坑我，哼，还是鸡蛋香，下后再上闹就是一口一个鸡蛋真过瘾啊，真香，哎呀，鸡蛋吃完了吃我的面，多吃点省的一会儿抢我的肉，嗯，哎呦，过年之前就馋这一口了，儿子，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好吃不赶紧给家人们介绍介绍啊？知道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这次囤这火鸡面啊，它不仅好吃，还是特别的划算啊！看看，
到手这样的八大包才只要9.9啊，和这一袋合下来才1块多一点啊，真是特别的划算啊。而且你看你这个面条啊，都是那种韩式的粗拉面啊，上面裹满了酱汁啊，辣中带着一丝丝的甜啊，特别的好吃。像平时下班不知道吃啥，或者在宿舍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你就泡一包这个，别提多爽了啊。东西啊，给你放在下面小车了，喜欢的推荐咱尝一尝。呀，儿子吃饱了吧？啊！我的天，小靠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瞅着！今天你就等着吃空气吧。小样又想套路我，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后悔。我的妈！老爸，吃饭了。来了，来吧，选一个。呀，这鸡骨头都在外露着呢，我选这个。你可确定好啊？确定好了。说好了，先选的后吃啊。呀，鸡蛋火鸡面。哎呦，让你先嘚瑟一会儿。嗯，好吃。让你多吃一会儿，省得一会儿给我抢又吃，吃的真香。一会儿给我看饿了，一口一个鸡蛋，真过瘾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来一个，两个，臭儿子，一会让你后悔。火鸡面真香，哎呀妈呀，火鸡面太好吃了。哇，儿子，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不给人家人们介绍介绍？行，家人们，我们这次囤这个火鸡面啊，它不仅好吃，还是特别的划算啊。到手这样的八大包才只要9.9啊，可是一袋下来才1块多一点，真特别划算啊。而且你看那个面条啊，都是那种韩式的粗拉面啊，上面裹满了酱汁啊，辣中啊带着一丝丝的甜啊，特别的好吃。像你平时下班不知道吃啥，或者在宿舍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你就泡一包这个，绝了啊。东西给你放在下方吃了，喜欢的推荐来尝一尝。呀，儿子吃饱了吧？走。哎呀，我该吃我的大烧鸡了。烧鸡。老爸，老妈，吃饭了，来了。来，坐。先慢慢选一选啊。来选一个吧。准备好了，老婆子。准备好了。确定准备好了？确定。吃饭准备啥呀？哎呀，那我选。哎呀，选我跟前那个吧。呀，火鸡面。哎呀，我的鸡蛋呢？这儿呢。啊？哎呀，这怎么又有鸡蛋啊？哎呀，我看我这个。哎，等你爸吃完咱俩再吃，等他抢咱俩的。行吧。哎呀妈，鸡蛋真香。跟我看馋了，也会有你后悔的时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鸡蛋吃完了，吃我的面。哎呀妈呀，火鸡面太好吃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老头子，这火鸡面好吃吧？哎，好吃。好吃，这都是儿子买的。儿子，你给大家介绍介绍。啊，行行，你拿着吧，那火鸡面。家人们，我们这次囤这火鸡面啊，它不仅好吃啊，它到手这样的八大包啊，才只要9.9，特别的划算啊。和这一袋合下来啊，才1块多一点。而且你看它这个面条，都是那种韩式的粗拉面啊，上面裹满了酱汁啊，辣中带着一丝丝的甜，特别好吃。像平时你下班不知道吃啥，或者宿舍不知道吃啥的时候，来一包这个，老爽了。东西啊，给你放在下方车了，喜欢的囤起来尝一尝啊。要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那你就鸡蛋呀，吃啥呢？你看看。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